周晨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熊猫直播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氏杯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第一阶段96-48双败淘汰的比赛现场。大家上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庆勇。张指导上午好。阿苏你好。嗯，本场比赛是本次比赛的中国区选拔赛第一阶段96-48双败淘汰的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着浅色上衣的来自辽宁的球手李辉。李辉对，对阵山东球手周晨。比赛采用十七局九胜10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今天所有的比赛都是17局9胜100分钟限时。李辉这位球手是来自辽宁的锦州，对，也是中式八球的一位老将。而且在年轻的时候呢，之前也是经常参加斯诺克的全国比赛。没错，李辉，我印象里啊，在2001年的时候的斯诺克外围赛，那个时候是在北京的清河小营那边的一个叫亚龙湾台球俱乐部，应该是。我印象里，他跟上海的曹凯胜啊，他们之间就是比赛完了之后嘛，两人在那里打会儿球，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在这个外围赛的间歇时间啊，在边上去看，就感觉那个时候的李辉和曹海胜啊，他们两个那个时候的这种竞技水平就已经很高了。嗯。经常就是上去一杆80多，一杆100多一点点。就一杆制胜了。对。打超分。而且李辉平时为人很低调啊，在赛场的赛风特别好，输赢没有多余的一些话或者是一些事儿，在比赛里就是竞技，所以也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啊称为这个中式八球里面的这个绅士球员。嗯，也是常年保持在这个我们国际大师赛的这个前32当中，也就是近一两年成绩稍微有一些的这个起伏。对，而且我印象里是在2010年的时候有两站的分站赛冠军嘛，有一站是鞍山，还有一站记不清了。李辉胜1-0，没错。
第二组，李慧开球。中球有球进，那么花色球呢比较好选。你这下方的底带选择上，也是被对方所挡住了左边的带口，所以这盘球如果选球的话，还是要做一些仔细的考虑。还是选了花球。这一 K 看三号左下角十三还有吗？没有，现在打左边中段也可以。从刚才那个镜头给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够的啊。但是看李慧这边怎么来选择，现在打也可以，角度也不算很大。可以选择推杆往上，也可以选择低杆往回，十一号就衔接，也可以稍微翘一点杆尾蹬一下啊，九号就同带。这时候可选的，可以重新再过渡，也可以上来就来解决，一定要想好。如果十三没有的话，觉得现在啊，其实可以，可以先打。再回过头来，十四还可以进攻。十四做十一号，这个力量，感觉李辉在出杆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犹豫啊。这一杆的右侧旋转也没有打得特别明显。能不能看到啊？稍稍扎一点。扎左侧旋转，好球。那调回来了啊。对。再打九上去。应该就力量不需要特别大，推出去就好。如果有把握，可以往上蹬，翘着杆尾。蹬点的话，白球离十号球的距离会比较近一点啊。角度直就推，有上的角度就往前蹬一下。对，两种不同的选择。对，那这杆球的话，左边底带有的话就轻推弹起来，左边底带红三如果挡了一部分，就可以稍稍给点力量叫右边底带。就争取打完十号之后，白球还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嗯。关键看两边带口啊，哪边更好打一些。那果然。对。就这种有斯诺克背景的这个球员呢，他们在做球留位的时候啊，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在里面。能叫这个中带不叫底了，能叫底带不带中。对，第二局李辉胜，比分2-0，开球上台，谢谢。
第三局，周晨开球。这一上来啊，来自山东的球手周晨没什么机会啊。对。对手李慧这一边一炸一接。周晨这位球手呢，也是老球手了，今年37岁，来自山东烟台。在咱们的乔氏大师赛的分站赛里边，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啊。熟面孔。没有太好的机会，打带跑。你看长台进攻没有打进，周晨上手是可以选单色，但这盘球不好打。五号球那个位置有一个花色球，而且它周围的友军并不多啊。你打六上完手之后，这五号球周围除了一个八号球右侧的四号，调整好角度还有机会可以 K 以外啊，其他的单色球确实很少有衔接。下面三四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盘单色还是不好打的。李慧也看到了这个局面啊，先攻一杆，对，看看能不能打，不行的话给你打。先手这盘上手是不一定能打光的，看周晨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不打了，也是看到这个难度的问题存在，开始控局。有机会可以 K， 还是想打，他明显是有点收着打，没有说发力量比较大去 K 这个球队。这种球要 K 的话，不能是推啊。现在李辉右边倒是有一个底带13可以进攻。同样的道理，五号附近的十号球，这盘倒是有机会可以先打14，或者打11打14，向上用低杆去带这个五号的位置。这杆球再低一点点，从里面勾到就刚刚好。延时，再留一个白球向右的角度。还是尽可能的要吃库勾一下，直接顶到的话，有可能会把十号就 K 进去。
好球。有这个位置好像感觉比较直啊。嗯。低杆向后的方向是要奔这个三号或者三四的缝隙中间过来的。如果能贴着红伞左边过来还好，但是看这个样子好像是不太好去控制。这球与球之间，喂，球与球之间的距离太近了。嗯，马甲碰球了，昨天我们说过这个问题，马甲有时候如果稍稍的有点宽松或者肥大，这种身下有球是容易碰球的。四号倒是有机会可以从下往上把黑八稍稍往上勾一下，这样的话八号球后面难度会变小。这个球 K 的不正啊，勾正的话正常应该停在咱们比分十七附近这个位置啊，然后黑八直着向上方去走，不会向左边边扣上去走。看这个架势好像不想打了啊，不选择进攻了，做防守。十秒，白球，没事，没事。万一掉台怎么办？看那个方向，方向对，有小拐头啊，里面下低杆。尝试翻底。看李辉这杆会不会打一个十二球的下方的包边，然后白球呢从右边弹库过来，把带口的七号球帮进。一定会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现在考虑到八号球的位置跟三号球这个位置，至少李辉还有机会。对手并没有展现出对局面的一个很强的把控能力，没有，以及对于白球很精确的一个控制能力。这杆球如果说李辉能打进，黑八左下角一帮，周晨后面又难打了。嗯。犯规。又碰红三了。这一盘球里边，李辉一个马甲碰球，一个球杆碰球。看周晨啊，可不可以抓住这种机会？两杆自由球。打到这儿，有这个球，看后面红三去传一杆啊。传就还有变数，得看运气。嗯，不好。有一 K， 从下往上。嗯，看 K 球的运气怎么样吧。这种球的话是不太好去控制力量，能够完全把它把握到中带附近的，一般都会偏大力。
尽量的往底带方向去 K。 有直接打吗？去 K 啊，直接打看准度吧。就连打带养呗。左上角底带，这就是在正常运动员的视野范围之内啊。嗯，在打球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一些细微的动作。因为本次比赛我们在这个我们石家庄的九合台球俱乐部嘛 ，TV 台的搭建的这个空间呀、啊，并不像大家以前在体育馆看到那么的宽敞，对。所以说，球员在这个场下、啊、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这个场上球员的一些击打。第三局，周晨胜，比分1-2。第四局，李辉开球。四号球立功了啊！白球本来要下来，失误给撞上去了。嗯。选球现在是，哎呦，四号球算是比较好打的一颗，但是白球贴库边还是有难度。上手，来看看李辉这杆四号要不要拼一杆？确实这个球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做防守的球，还是要尽可能往里打。换了九号，十秒，延时。还是四号球。嗯，打薄了一点点。
其实从画面上来看的话，下方的六七二啊，这三个球问题还是不大，关键还是要看上方的黄一单独交位。哎，白球，这杆肯定是要顶十四啊。杆法不够低，十秒。延时，传球的效果，差了一点点。看法有些低啊，这个位置只能选择这样接力的方式。又是漏球了。其实刚才如果要我选的话，我会选择杆法高一点，推边库，白球的这个过这个一号球的时候啊，这个反角度稍稍有些反角度，打一顶一下八，要试试三号就再过渡，不会选择他那样的就中带的方式。小丽失误打掉啊，要做九号球右侧中带。李辉打球还算是比较工整。他本身是前面有斯诺克功底，然后呢也是东北球员，其实东北球员大部分的是从这个小台兼顾到斯诺克，然后后面呢因为一些国内的以前小台或者叫我们现在叫中式八球嘛，以前叫小台，小台的比赛以前太少啊，国内也不太重视，那斯诺克赛事比较多那个时候，所以说大家都转到斯诺克上了，然后后面再回来，所以说看李辉打球就是白球的到位率包括他打球的次序啊就很工整，不会太乱啊，一板一眼还是思路好。锦州的一些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出名的一些球员啊，在以前都是受李辉的一些指点哦，像小刘闯啊等等，有些就他们有些交流，还有金龙啊等等，这些在锦州的一些知名球员。
佑辰开球。四盘球能看到李辉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周晨一直没有非常好的手感和状态。十秒，延时。准确。嗯，想明白了我就去做，没有想明白起来重新趴下去再站一遍。左边12号中袋，右边还有一颗花球的15号，继续中袋。不过上方在7号附近的那一颗单独的13号球还是这一盘里边的一个小难点啊，你肯定要考虑清楚后面黑八打哪个带，左上角还是左边中带。在8号球离得比较近的位置，10号球其实是最好衔接黑八的，但中间看你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走位上要走到位没办法先打掉，这种现象会发生。如果后面能留下来是最好的。嗯，这么看的话，打九从上边弹过边下来两颗中带，但这两颗中带如果你上手先叫10的话就会变成一个13叫黑八了。13叫黑八，这13号难度有些大。对，上面有7，下面有6，你下低杆横向走，容易刮6号叫黑八。这个球，尽可能的还是叫13吧。是这个意思，李辉其实也想到了，应该是。不然正常从画面上来看，肯定一推起来10号球最好打。但是你把这个难度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这个问题。嗯，继续用低杆往回稍稍退一点点。有这个角度感觉白球可能要去顶5号了啊。确实啊，不是很直。正顶到，嗯，刚刚好，很工整啊！这盘球打的，就是基本跟你想的和白球到位率执行都非常好。嗯，教科书式的青苔。第五局，李辉胜，比分4-1。谢谢。第六局，李辉开球。
右边中袋这颗花球还能选上吗？嗯，看一看。嗯，那我们这角度看起来确实有一些的这不确定啊。对，感觉从画面上看啊，如果能打六，其实打六号向着三一这个位置去走也是没关系的，因为这盘球从目前局势上来看，单色要稍稍好于花色球。花色球左边的12号跟15号，包括14的这个位置，都是这盘里边花色的一个难点。如果能够把六打进，三一的位置轻轻带一下是最合适的。嗯，打后了。白球意图很明显啊，就是奔一号球的位置去 K。上手看看周晨啊，不要捡这个简单的好打的花色球11去打，最好还是要打这个有一点难度的四号球。好球啊，没问题，没有带到二号，白球还在走，打七还能再拼，并且高杆推的话有机会，黄一这边看能不能带一下。不打了。感觉到周晨在今天的比赛里边还是控局的想法多，因为可能首先是局面不好打啊，其次是自己今天对李辉的一个技战术，我跟他也不要太拼。今天是本次的这个选拔赛的第一阶段啊，对，昨天是附加赛，所以说今天到第一阶段之后，所有选手呢又都是因为比赛全程双败嘛，对，重新的这个胜负关就清零了。嗯，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都是双败淘汰。中袋接力，白球还在走，犯规，吊袋，又是个自由球。今天我们打到了第六盘球，李辉已经是给了三杆自由了，其中在前面有一盘球给了两杆。嗯，那看看这种自由球的机会，周晨能不能再抓住啊，去拿分。打进左边二号球有下，下方有七，有六号，角度直就低杆往回啊，有角度就可以发力横蹬。
没问题。稍稍下一些低杆，这个球左下方底带十二号如果不好去打的话，还需要交右边的底带啊，还是低杆控制力量就好。嗯，就打点的高跟低嘛。对，看角度，直接下低杆还能叫中带啊，叫到左边打右边横台八号球下方横过来，同样是一个简单局面。我们看这个周晨打的时候就感觉是白球不听话啊，李辉这边一上手之后很快就打光了。第六局李辉胜，比分5-1。第七局周晨开球，局面上来看呢，花色球更明朗一点啊。哎，不太好选。下来十五号球一个角度比较大的薄球，看效果。还可以接受啊。打十一呢，传十三有一定风险；打十号球呢，对准度要求很高。但是就这一颗，把十号打掉，花色球的局面全开放。准确啊，准度。依靠自己强大的准度拿到了比赛的主导权。给打进十三啊，做十一。这杆九号球啊，依旧，如果有把握的话，可以带一些右侧的旋转。
很明显啊。嗯，角度也合适。如果右上方的顶带有下啊，推衣裤起来就好。没有的话呢，白球蹬杆横上去，中低杆发力。走了一个大面啊。李辉是打开了。第七局，李辉胜，比分6-1。8局，李辉开球。有两个中带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都将近差一点点，没有进带。对手可以选择自己开，或者是自己进攻，也可以选择对手重新开。对，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不太常见，但是也有人这样去选。对，像上一站分站赛的这个满同乐啊，嗯，在比分双方都焦灼情况下，而且自己还落后的情况下，自己还有两次时机，就不选择自己开了，真是对手去冒险好了。艺高人胆大 啊！对手有两次时机，结果对手真的开了个第三次。这也给了一个大家一个对台球战术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能不能逆向思维。对，哈。昨天场下啊，跟这个冯立啊聊了会儿天，他也是，昨天有一场比赛，好像是落后，第八局，然后也是。对手开球时机，然后也两次了，他让对手开，对手果然又时机了。嗯。然后呢，他不得一分了吗？对手他又让对手开，还是反正后面又有一次机会，又让对手开，对手一开又没进，他上去接清。啊。后面是这样的赢，很有意思啊。李辉呢，昨天场下有个小的插曲。或者场上吧，嗯，我们这边不打完了嘛，然后我们去场内去看一些他们这些大的场地里比赛。李辉跟苏玲碰上了，哎呀，两个人，李辉刚开球，咣，滑杆了，挥手苏玲开对吧？苏玲上去也滑杆，也滑杆，而且苏玲在 TV 台也出现滑杆的情况，对，特别有意思啊，两个人是憋不住乐了。难道传染吗？台球有时候是这样啊，你打不进的时候，哎，我也打不进了。嗯，二号球，那这杆白球的话，一定要想清楚啊，是叫七号球左边中带，还是说横向的去稍稍顶一下？对，左边中带。比赛采用17局9胜啊，嗯，100分钟的限时，那李辉是6-1。下一时段比赛是中午的12点啊，
正是这个饭点儿。对，大家要安排好这个合理的观赛时间。刚好够下。没问题。第八局，周晨胜，比分2-6，开球进台。第九局，周晨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打一 K， 周晨这盘也是该球的白球呢掉了中袋啊，李辉上手选花球，九号呢可以高杆再横向过来，十一号可以叫同袋，哎，还轻轻带了一下，那么这个十一可能就有点薄，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憋不住在笑啊。不是他本意。一杆过渡，十五号打进高杆挡过来。再打十二，走一个一五缝隙中间，要不然就下低杆从底下走两过都可以。这个球就是，可以开放点打，有把握就正常走一五缝隙。因为斯诺克出身的话，架杆功力应该还是可以的。左手，啊，换左手了。中带底杆往回拉一点点，然后右边中带可以把左边底带，很工整啊，清的。思路跟次序都非常好，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啊，没有什么可避讳的。白球到位率落点抓得非常精确，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换负一局。
暂停之后，我们来到双方第十盘的较量。现在在抢九的比赛当中呢，来自辽宁的李辉现在是7-2领先来自山东的周晨。手感和状态李辉是非常不错的，已经感觉到很放松了，很放松了，比分领先，而且状态也非常好，并且在这种职业球员的对抗之中啊，通过一些对局之后就能够去判断出对方的一个心理状况，包括能看到他的竞技状态，然后一出手啊，对，在压制性的去打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进攻的这种攻势，就会让对手在后面也会压力非常大。七号贴库了，中带是没什么太好打的位置，感觉是很难打，非常小的缝隙。这个安球是传薄了，稍稍力量轻推吧，非常难。首先是距离远，如果说这个白球离七号非常近，还是个薄球呢，可以去推一杆，但是横向这种直向的向上打难度相当大的。而现在打红三打进往上多弹一点，这种球就主要把球推出去就好了。然后这个杆球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去拼一杆中带，非常难打的一杆包球啊，小角度抓这个力量，就是已经到自己的这个极限了，不能再打了，力量可能再大一点点，这个球就不够了，就对弹出来了。四号球还可以进攻，不过这个白球是向屏幕的右下方的，敲杆尾变成中继杆的中杆的效果啊，好球。经验非常丰富啊，对，比如判断一个球员的经验是否丰富，你就看他如何来纠错啊，在一些难度球，在一些可能自己稍微有些失误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角度不太支持的情况下，他总有办法啊，而且成功率也很高。那这个球员就是比赛经验就非常丰富。继续横向中带可以进攻，但这个白球的走向，如果说下低杆下右塞的话，避开十三，那么八号球右边中带后面会变成一个比较薄的角度球。哎呀，这就是我们前面有提过，如果你下右塞出来，白球跟黑八之间可能是大角度薄球，所以你会下了个反塞，他想直上，直下，再往上，对吧？直下直上，直下直上，对，不是说直接下去然后往左边走。下一些反塞也是稍稍改变一些分离角度啊。看周晨能不能抓住机会啊，这个把台面吃光。
刹车球。抓了一个中低杆啊，两库。就是同样简单局面啊，这个周晨总是会给他复杂化。送李辉上赛点。上来定颜色没有打进，就感觉现在周晨已经是无心恋战了。对，比分落后的还比较多，对手状态还很好。但是一上手对于李辉来说也是不太好选啊。看这杆好球，右边中带，嗯，大角度。那放到这儿就给你打黄一，但是这盘黄一打进之后，单侧球的里边七号，包括红三啊，这两个位置也是后面有进攻的难度。四号球。看角度能不能顶一下对方的三号右边这颗花球啊，就十三号，杆法不需要特别低，没问题。这样的话看五，右上角有机会去打，并且带着高杆，甚至于说一点点的左塞吃库勾，将十一号球能不能 K 一下？这样的话七号球也会进攻了。没有去选，就是叫出来，再往里打。因为那种带左侧旋转啊，对这个手上的活儿要求啊比较多。看准度怎么样？嗯，薄了。长台，嗯，好球，利用准度啊，再次拿到球权。
那现在李辉就是可攻的话啊，要再把这球做到十一号，让十一号帮进，白球要个位置，调度对手。也所以最后调用十四跟十的其中一颗，就带开十一号。其实现在就可以来了啊。看右侧旋转的多少，算是不错了。嗯，美中不足的就是白球再往下一点，有角度能够上去叫中带啊，就更好了。强行的叫位啊，比如说下反塞或者下顺塞，走多库，红三算是有效果，嗯，而且还能推两库下来，十四号叫同带，直接轻推的话，左边中带倒是也可以叫，但是十四有可能是个大角度，看看是收力打一库，还是说给点力量走两库。再推，看要不要准度啊，结束比赛。因为是这个双败淘汰的第一轮啊，所以说恭喜李辉进入到胜部，周晨跌入到败部，还有机会。下一时段比赛是今天中午的12点整，我们中午再见。稍后见各位。